咧，或者二號會戰死添，仲有咧，係好好多，咁好多。但係問題係，但係你唔好忘記喎，到最後又嚟爭佢。唔係喎，如果你話真係太多，又變咗戰隊嘅啫喎。即係如果一定要放棄一啲舊嘅嘢，但係我覺得至少怪金剛就一定。如果有第三集，一定會有怪金剛。你喺我立場嚟計，我就覺得佢唔可以俾咁多人死。佢一定嗰啲主線一定要留喺度。如果即係成日都話喺向前看，佢咪話咪通常啲拉達話一個係非洲，佢係歐洲、美國喺附近嚟，死咗邊個？咁咪始終最新啲啊，南丫島啊。其實話説睇完當晚咧，即係我搭地鐵長不死，咁就一諗，如果有第三集咧，會拍咩咧？諗下諗下。如果唔係喎，個個有下巴，拉達咪冇下巴，咁點樣可以有拉達冇下巴？有個設計喺度。點樣有個設計可以令 Spider-Man 可以順理成章會有個即係套下巴嘅設計，就係話俾人打爛下巴，下次會係水中作戰。哦，咁點樣順理成章會係水中作戰咧？就係話有魷魚怪，會拉埋 X 出嚟。唔係，裝甲元帥本身係蟹怪嚟㗎嘛。係啦，咁點解咧？就係話有裝甲元帥，有星辰博士。咁跟住就係話Spider-Man 咧係水中作戰嘅，即係設計起水中作戰嘅部隊嚟嘅。係咁就話佢都係氧氣罩嚟嘅。咁就即係等於變身就話 match 到呢啲機嘅面具啦。係啦。因為喂，你條橋 OK， 因為咧V 三兩大敵人咧，蜘蛛士係蟹啦，跟住呢個彩甲元帥係呢個龍蝦。係啦，如此推斷，所以下集好大機會係水中作戰。咁啊 ，X 又可以出埋場。非常，我都覺得咧。其實我都諗到一條女一樣諗法，就係、雖然我當初冇諗到 X 出場，但諗到就係、以呢一個以前仗義嘅拉特曼同埋好萌啊，拉蚊蚊啦，同埋呢個最差咁多，快咁多，同埋呢一個索卡特殊到佢 Destro 係啦，毒氣幫，毒氣幫唔知即係毒氣幫變咗做索卡一個特殊部隊，然之後。灰甲元帥就係、是、灰甲，海甲元帥就係佢其中一個，即係有香港腳嗰啲灰甲。唔係咁，我下一次咧，佢最後嗰場咧喺壽司店裏面打咯。點解咧？食魷魚，魷魚啊！食魷魚刺身啫，龍蝦刺身，軟蝦刺身。下集會有火箭龜出場咯。喂，咁即係壽司店老咁搞法。跟住基地喺壽司店下邊咯。可能 Vicky 去做呢一個咧。冇啦，咁即係上面。啱咯，今次咪壽司店咯，跟住第三集咪 put 曬咯，回味啊！飲殺雞，食壽司到呢個 shock 啊！壽司店要唔要 put 殺雞先咧？同埋下如果真係再拍第三集，又玫瑰花噶咯，九成又有好大喎！點解你又拍多次諗住？我養過你，即夫妻之間可以送下花嚟啫。哇！呢下次可能擺滿月噶啦，唔係真係呢啲，做生貴女咯。啊，呢個零度咧，生貴冇乜所謂，下一個到零度，下一度何故咧？我已經有五個女啦，再嚟咗嗰個三妻四妾好平。OK， 咁我其實仲未鬧完。鬧啊！千尋嗰個角色咧，上集都解釋咗，就話可能有好多個千尋，所以變咗中間咧，甚至最尾嗰個節目之後嗰隻手嘅問題啦。其實佢根本係冇解釋到兩個好重要嘅關鍵，就係、是、究竟佢出現喺啲 fans 喺度面前嗰陣時，佢哋個實體啊，係精神力量好似精子咁樣，這個完全冇解釋到嘅，完全靠自己補完。最尾咧，佢講答到你係講到嗰陣咧，其實好重要就是經理人，即係個社長嗰面咧，佢真係冇任何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好詳盡嘅呢個解釋。嗱，我答翻你啊，嗱，係咁講啊，你話唔使理我啊。當時嗰一刻你咪話唔知佢即係殺啲 fans 嘅時間，係咯，嗰個係實體定係精神力量啊？係啊，但係其實你留意翻成個故事咧，一路交代其實佢嘅實體仲係喺個廢氣場，係咯，所以佢如果照常你推斷就係話，佢出嚟殺 fans 殺嗰個假千尋嘅時間，其實都係精神力量。嗯，精神力量。唔係，你見到二十件衫係咁㗎？我見到就冇，如果冇記錯咧，係包頭嗰個件衫綠色嘅，但係半改咗成白色嘅。唔係喎，污糟咗啫，污糟咗啫，佢都係佢自殺。你諗下，對 First 一號到藍色衫都係污糟變咗綠色啊，仲有埋兩條間添，有咩唔對先？咁如果假設用阿九個嘅解釋，就係話佢咧一直用一個精神力量嚟出去殺咧，咁其實我有問問題，究竟其實佢而家就係鬼啊，定係一個呢個失敗版嘅呢一個男女機械人咧？改造咗嘅失敗版而同時有靈體能力。另外仲有一個，解釋，我啱啱諗到就係話佢而家真正嘅一個千尋，係一個主題。咁其他你咪佢咪
阿 V 三打死咗之後，咪話 ending 嗰度仲有一隻狗出嚟噶嘛？其實仲有好多呢啲咁嘅疑似千尋，疑似係啦。咁佢就係、是主要係靠佢嗰個主體個精神力量去控制呢一扎疑似出去做事。嗱，呢個咁分 stage 場嘅，我哋好似叫 key 一級就係佢底嗰只腳先。嗱，其實佢有一幕刻意咧，就係佢喺個嘅唔知個水池下面嗰度，佢底高只右腳，跟住就呼應翻另外一個疑似千尋，就喺個浴缸裏面睇邊個右腳咁啊。其實應該如果你好認真咁去分嘢咧，佢真正可以再喐得翻咧，應該係嗰幕開始，即係變咗其實你之前之後咧，佢嗰個出嚟殺人咧。其實應該要分清楚，究竟邊啲係鬼，邊啲係真正嗰只嘢。唯一真正係見到佢嘅實體咧，得一粒 V 飛嘅啫。喂，或者可能好似上集阿狗講，其實佢根本殺人嗰個唔係實體，你根本就係超人嚟嘅。所以而家就係我哋嗱，我哋就先由商量緊，就係到底係佢阿豪富話齋，到底係實體去殺人啦，係咯？定係利用一啲精神力量去控制疑似去殺人啦？定係用直頭用精神力量去殺人啊？我覺得就單純精神力量啦，因為你唔好忘記，除咗嗰啲。即係所謂疑似千尋嗰啲人之後咧，邊有疑似嘅分身可以將啲紙巾變成自己隻手㗎？紙巾變手？紙巾變手魔術嚟嘅。咪係咯，你唔好忘記佢係唔止一次咧，係出現一啲奇怪地方出現奇怪嘅手，或者係將啲紙巾變成手。鏡嘅世界裏面啊嘛，係咯，鏡嚟㗎嘛呢個。所以咪話係令嗰個對象產生恐懼嘅幻覺。所以我咪覺得呢個就根本。都係千尋佢嘅寡人，就因為佢俾佢改造，即係改造失敗，意外令到佢有呢個念力，幻影響對方，幻覺啊！點解咧？佢唔係每一次作樂都係響嗰首歌，呢個先問題所在。因為如果佢所有呼應翻都係嗰首歌，啲人聽完之後出事咧，咁 OK 啦。但係佢去殺一啲疑似千尋嗰陣時咧 ，anywhere 都出現到嘅喎，只有鏡就可以出現到咁樣，即係變咗其實個邏輯性或者個統一性係欠奉咗。嗯，好啦，咁啊，大家亦都好熱烈咁去討論咗又多一集咁樣。其實一路再講落去，有好多疑問。我可以鬧嘅。我有個好嘅方法就係、是，因為大家聯名寫信過去，都請問一問嘅，或者咧有好啲嘅方法就係、是、等下集，等下一集就 fit 係嘛？咁啊，再有問題，不如我哋就上翻去人英雄，或者打俾阿豪哥，係咯，好啊好啊 ，D M 豪哥再傾下啦。好啦，可以啊，大家又暫告一段落啦，又嗯，咁下集有。下集咧，下集咧繼續會有大 B 大發神威啊！哇！接戰呢個可觀。好啦，咁啊，好。